谢谢您吧，谢谢您吧。哎，好，谢谢啊。于老师的男朋友来，我好，您那男朋友啊，我听一大老爷们跟这喊：“于老师，我爱你。”嚯，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各位来听相声，该我说闭嘴。谢谢啊，站在台上看真是满坑满谷，对，感慨啊。嗯嗯，就是那儿短一个座，这是不是上厕所了？这人啊，嗨，那个保安去把那座给我拆了。啊，嗨，进去去。不至于这样，传出去不好听，有一空座啊。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哎，谢谢各位，谢谢。于老师终于回来了，对，没单飞。嗯嗯嗯。去年我看自媒体人家都说于谦单飞了，对，他们吵这个是不是啊。嗯，我后来我还问他，我说您是单飞了吗？啊啊，我因为我了解他的这个为人。是吗？他不会的啊。是，他就是签了几个电影没拍完。哎，对了，给人拍戏去了。嗯，因为我干过这行，我知道拍戏又累又难受，不容易。我说怎么这么大瘾啊？后来他说，他说女演员很多啊。我奔着这个去的，那咱就不能拦着人家了啊。对，老话说得好啊，啊，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交，也没有这么句话，你这用不上在这儿。劝赌不劝嫖，哎呦，嗨嗨，行了，您劝嫖两不该，这就赶回来了。对，啊，回来，我说您歇两天吧。嗯，我说不行，咱们调调，不不不，一定要去。对，尤其北展演出很重要。那可不啊。我说您累不累？哎呀，那父亲节我必须得去看你去。他说，哎，嗯，也没有我这么孝顺的了。嗯，我是很感动。您客气了，真的啊啊！我打小啊，我七岁，嗯，开始学评书。哦，我是说书出身。哦，七岁学评书，嗯，九岁学相声。也不晚，80年代末说相声不挣钱，我又出去唱戏去。哦，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唱了5年的戏，这从业经历很丰富。就是后来又回来说相声。嗯，这一下回来看看，跟我合作演员也不少。哦，但是谦哥是最好。您捧我了，真的，实话实说。嗯，我们俩人在一块儿，咱实话实说，就这话不能掉地下。啊，老有话。你看这行，哎，说相声怎么个好？为什么他说相声就乐，这主说相声大伙不乐？嗯，其实是个节奏的问题，语言节奏嘛。啊，我们讲话这个话不能掉地下。是啊，谦哥，这份儿啊，就老得接着，永远没有说失误，啊，错0.01秒都没有，不差这个。就好比，比如说我有一盘子，我夸一扔，是扔哪儿，他都能弄回来。有时候也磕牙上了。没有您这么打比喻的。好人呐，是吧？拍完戏了咱们好好说相声吧。那一定是这样，因为演员要多演。是，你要演员就是这样，你不怎么演了，嗯，容易让人说闲话啊，本身就功夫也就掉了啊。嗯，哟，最近没看见高峰。是，没看高峰说相声。高峰哪儿去了？哦，这就闲话了。你看，就有人说高峰出事了。哟，怎么议论高峰出什么事儿？高峰上泰国做手术去了。哎呦，这出大事了！这个、手术据说还挺成功。越成功越麻烦了、这个、啊！高峰留在泰国当娘娘了。嚯、哦，让皇上看上了啊！我有点太成功了啊！这过分了，这个孙悦最近没看见他。孙悦干嘛去了？孙悦出事了。他怎么出什么事？孙悦婚变了。哦，婚变啊，跟高小姐的婚事啊，后来来了俩取经人给他弄走了。哎呦，不住高老庄了，是不是啊？啊，于谦也出事了。哦，怎么议论我的呢？没什么，反正就出事儿吧，就挺好。啊，反正不管什么事儿，出什么事儿、都行。得有点事儿。郭德纲也出事儿了。啊，那您是？哎，怎么样？啊，是不是心情就好点了？够义气，够义气。哎，郭德纲买一大汽车，哟，3500万买一大汽车，这好车。郭德纲开车掉沟里了。
这么解气呢？痛快不痛快？哎，反正听着挺好。郭德纲开一大汽车，好几千万的汽车掉沟里了。你看看，于老师正挖沟呢。哦，啪一下子啊！我车掉沟里，你在沟底下，正拍上，咵！哎呦，咱俩很惨啊！来了好几十个那个医生啊、护士啊，哦，还来二十多个修车的啊！干嘛还有修车的？车也烂了呀。对吧、哦、有救人的有救车的，是先把郭德纲救上来。哦，好家伙，这伤势很严重。是啊，给我贴了两个创可贴。轻伤啊这是。哎呀，然后给把我你在这儿坐会儿吧。啊，歇会儿吧。哎，坐，给我弄杯水，您坐这儿先看着吧。啊我们得收拾这堆啊。我这堆是这沟里边连车带于老师。哎呀哎呀，分不开了。分不出来呀。 啊连大夫带修车的看。嗯，哪个？这是于老师的吧？啊，哪个呀？修车的看，不，这是车的，这是车的。哎，我这嗨，哦，就混成那样了。哎，所以说咱们得多说相声，让人知道没出事儿。哎，得说相声，观众开心。嗯，而且得多跟于老师说相声。哎，谢谢您吧，真的啊。嗯，我进北京也好多年了。嗯，这是我最好的哥们儿，好朋友，真的啊。嗯，按相声行业来说，这是我师哥。啊，这么拎的。其实呢，我们这种感情跟亲哥们是一样，一点都不差呀。我到北京，我十几岁就来了，嗯，真是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懂，谁也不认识啊。谦儿哥带着我，嗯，这儿玩去，那儿玩去，哦，见一见，哎，吃好吃的，嗯，什么老字号。你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进北京城，哪分得清楚？啊，分不清，是吧？就知道哦，北京城天子脚下，啊，皇城根紫禁城，是具体的不了解。嗯，不太带着我啊，嗯，什么都得要老字号最好，嚯，吃个糖火烧，哪家哪家的好，啊、嗯，哎，酱牛肉谁家的好，哦，啊，谦儿哥就是谦儿哥，哪怕有个不舒服，买药都得跟我走，哦，哎，咱们同仁堂，啊，那是大药铺，这咱哪懂啊，嗯嗯，谦儿哥人家感冒发烧不舒服都得同仁堂那儿买药去，我后边跟着吗？小兄弟吗？那是，哎，谦儿哥进同仁堂，啊，拿那个乌鸡白凤丸给我看看，我。你先等一会儿，我感冒了，吃乌鸡白凤丸呢。就是，我不懂，那会儿小嘛，不认字嘛，啊、哎、啊，就说这个意思。哎呀，洗澡去，走，跟我上青花池洗澡去。那是百年老店，青花池啊。对，北京城洗澡得先说青花池，那是最老的了。谦儿哥一指，你看这匾了吗？嗯，这是清朝的匾。对了，啊，清朝的匾，青花池。哎，在这儿洗澡是一个身份。哦，这就开始洗。于、哎、老师把衣服脱个一丝不挂，洗澡吗？啊、那个，我还挺害臊。嗨，您也是批评我脱呀？是啊，不是师哥、啊，咱还在马路上呢啊，还没进去呢。我们在这个湖广会馆的门口那儿啊，马路对面呢。对呀、啊，哦，那走，我给他抱着衣裳，哦，衣服鞋都我给他抱着。那我还不穿上？哎，他这都已经都脱了。以旧以旧了，过马路啊，这我就别嘚瑟了啊！哎，这就是这人活得非常有意思，那是别人看上有意思，那是。你包括进了澡堂子啊，谦儿哥也很谨慎。我到那儿谨慎去了，我在外边怎么不谨慎谨慎呢？哪怕是今天啊，就是今天的于谦是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怎么呢？你出去洗澡去，谦儿哥啊。嗯，你看，其实那他到了青花池，咱都认识他，是都认识他啊。那样还太不认识吧？于老师，你看洗澡的每一个人，嗯，干嘛呢？我这就怕人家什么偷拍呀什么的呀。不用看了，早上头条了已经。哎，一看有包间，于老师啪门就打开了。哦，你们几个干嘛呢？嗯，去搓澡的，是便宜你们了。哎，什么叫便宜？我改错误了，干什么的？嗯，啊，这剃头刮脸的，是好自为之。嗯，我也不是劝谁呢。啪，这个你们几个是干嘛的？你们，啊、我们就在这看车的呀。啊，我都又出去了，我，我看自行车的我都见着了，我。可爱的谦儿哥呀、哎、对，我走一穿堂合着、嗯、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哎、对，瞧出来了，真的、啊、
人这个交往啊，有浅有薄，有深有厚，是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俩人这个交情就是亲哥们儿，哎，就是这关系。过去老说说谁跟谁有交情，嗯，交情分多少种，不一样。你看有人，哎，我跟他之间我们，嗯，泛泛之交，啊，有这么说的，泛泛之交，怎么讲呢？泛泛，嗯，我们后台有一说相声叫高峰，这跟高峰有什么关系？高峰的师傅叫范振玉，哦，哎，泛泛之交说的就是他们爷儿俩。怎么会是他们爷儿俩呢？高峰从这边来，嗯，范振玉先生从这边来，爷儿俩碰上，爷儿俩一碰面，嗯，互相打招呼，怎么说呀？高高，嗯，范范，哎，嗨，啊，这么叫范范之交？范范之交，哎，哦哦，不太好，嗯，还有一种交情叫点头之交，啊，也有，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点头之交，愣说怕您各位不明白，嗯，那举例子，什么叫点头之交？是，郭德纲，嗯。比如说，是举个例子啊，您讲吧，假的啊啊。比如说郭德纲在相声界的人缘不是很好，这是假的。咱洗澡去吧。就甭比如了，去打个比方呗，是吧？啊，我走了街上，对过来说相声的了。哦。他就愣住了，嗯，郭德纲来了，是打不打招呼，犹豫了，不打招呼吧，嗯，万一他记恨我，以后有演出他不叫我怎么办？哎呦，打招呼吧，让别的说相声看见了，嗯，他们要害我怎么办？两边都不成，权衡利弊，走到跟前冲着我，嗯，是，哎呵，写着恨的，哎，还挺疼，这是，哎嗨。这就叫点头之交，哎，这差不了太多。嗯嗯嗯，还有一种那个叫忘年之交，有，这就不错了。忘年之交是就是冲破了年龄的界限，这种交往没有束缚了。比如说，还举例子，于老师64岁，哦，差不多。我60岁，哦，差4岁，差4岁。对，我60，他64，你凡人吧算。于老师有一个女儿，嗯。貌美如花，哦，好看的都不行了，是，就很爱我。嗯，我说不行，哦，我跟你爸爸是哥们儿，是我跟你母亲关系也很好，所以说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的。嚯，姑娘说这个年龄不是问题，不算什么。哎呀，我就感动了。是我们于是就要冲破世俗的偏见，我们找寻真正的爱情。行，不用形容词了。哎哎哎，我跟你说，流氓就是流氓，知道吗？您说这什么呀？忘年交了，这是忘年交吗？您这岳父，喂，去哪儿就拎上了？您 这个叫忘年之交，就大概这么个意思。要说最值钱的什么呀，就得是咱们哥俩这种交情。咱们这叫啊，过命的，这叫患难之交。哦，患难，就同甘共苦。哎，嘿呵，太对了。嗯，是我给您举个例子。哦，这还有个例子。对，您说吧。比如说于谦老师，啊，拿我举例子。对，嗯，于谦老师是一个出色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哟呵，这多好啊！定位啊，啊，这定位就在这儿了。从小就喜欢相声，哦，于老师，哎呀，什么侯宝林先生、马三立先生、刘宝瑞先生，哎，嗯嗯，这些个相声的大家，是您都不认识？不，我都不认识，我还相声大家。您是自学成才，这行有自学成才吗？这天赋异禀啊，就学这个。首先说您，您看过露天电影？啊，您看过马戏？是，你看过高跷？嗯，你还参与过跑旱船？这没关系呀，啊，这跟相声。你别着急呀，啊，啊，哦，还有呢，会有关系的。哦，就这些个东西，这些个民间的传统文化，是对您有很多潜移默化的熏陶。我受他们感染，对，您就觉得我要为相声奋斗一生，这是您的童年时代，啊，小孩不懂事儿。后来机会来了，嗯，怎么样？北京要成立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相声艺术团，这牌儿够大的。嗯啊，您觉得属于你的机会来了？
我要考。于老师要去考这个相声艺术团。我有底子吗？我跑汉传的。报名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深秋。哦，冷了。这会儿正是寒露时节。啊，那可不是深秋吗？您很忙。我还忙什么呀？我你很忙。怎么忙？因为这个季节那会儿您正是在这个甘肃平凉。我在那儿干什么呢？因为这会儿苹果呀熟了。那我你得帮人家摘苹果。秋收。对。哦，摘完苹果呢敦煌那儿得跟人一块摘棉花。离着倒不远。嗯，然后去湖南收割晚稻。哎呦，江苏扬州得帮人家采藕。啊，五旦莲池得收玉米跟这个豆子。我这全国的农活都归我了。万幸。怎么万幸？报名的时候您在石家庄。我在石家庄干嘛呢？白菜正出苗呢。哎呀，您得帮人家除草啊。我全行。突然间听到消息了啊，北京要成立全世界相声总团。跟我有关系。嗯，您得报名去啊。您要为相声死。我也是农活可能太累了。我这太想不开了。我这把手底下活料理料理，不干了。先通知广西南宁。干嘛？豌豆苗除草，我可不去。哎呦，这可是大损失。嗯，嗯，直接的打石家庄，嗯，奔北京，考试，中国相声总团我来了。哎，这就干楼了，这身体、啊嗯。一路上没什么可说的，那是，眼瞅着您就到了北京的边上，到哪儿了？北京大兴的鱼筏。哦，到鱼筏，这就已经进北京了。北京的锦边上。是是是。但是没进城。对，往北再走一点儿啊，就进了北京了。对，就可以报名了。是是是是。但是鱼筏这儿挖沟。挖沟还能堵着我吗？30米宽，哟，700米长啊，5000米深。我让通天河给挡住了。我一会儿沙和尚不得上来？这挖什么沟呢？这坐在沟边上，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过不去了。看见北京过不去。是是是，往北再走一点，我就能为相声去死。一过沟，我就能摘西瓜去了。那是，我还考什么试啊？嗯，哇哇的哭啊！啊，我怎么办？嗯，这一哭呢，人村长听见了。哟啊，这怎么了？嗯，看见我了。你怎么了？嗯，去北京，我往北再走一点，我就到北京了。那我考相声，我说相声，我为中国相声事业做贡献。是是。现在你们这沟把我拦住了。嗯，对。村长说：“哎，您别哭、嗯，我正好要出去办事，你坐我那车吧。”哎呦，好心人呐！啊，我给你捎出去啊，我可送不到地儿啊，反正过了沟捎出去，你自个儿往北再走就行了，能过沟就行。对呀、啊，啊，上车，嗯，这是还是好人多呀？那是这好人，坐车、嗯、走到人家要办事儿地儿，说您下车吧，啊，该下，你只能送到这儿，是，只能包您到这儿，嗯，希望您好好说相声，是啊，谢谢、您就往北自个儿去吧，嗯，人家车走了，嗯，于老师很感谢，对，啊，冲着车鞠躬，啊、谢。那可不是得谢谢人啊！我自个儿奔北去的。嗯，下车这地儿呢，嗯，叫回龙观。又给我拉过了，一直往北走啊！我还往北走呢。终于您就看见五台山了，到山西了。阿弥陀，是我赶着收油麦去了，是怎么的？哎，啊，苍天弄人呢。怎么了？本来都到北京了，竟然又走过去了，这我伤到村长手里了啊！好多事儿，一句两句解释不清楚，说不明白。后来有人也问过于老师啊，说当初考试那个事儿，您到五台山对您影响大不大？我说什么呀？钱哥笑了笑啊，云淡风轻是吧？贫僧，我出家了，我这刺激太大了，我这个
可后来是从五台山又回来，当然啊报名的时间也就过了，那就没赶上呗。于是您就成为一个相声艺术家了。你先等一会儿，您这话我没听明白。怎么了？考试我都没赶上，是的，我怎么成为相声艺术家了？好了，你就成了相声艺术家了啊，可以了。就没有，你得说原因呢。哪儿我就 你有点不懂好歹了啊。我没原因，我哪儿，对不对？我干一辈子农活， 我就艺术家。我都说你是艺术，你就那、啊、是就完了。你要这么矫情，那好多艺术家那根本就解释不清楚。不要没羞没臊，知道吗？我说你是艺术家，你啊是就完了。哦，就不提这事儿了，是吧？没法提啊，没有履历。对对对，哦，反正你就是艺术家了。哦，但是也当然会有观众会问他怎么就艺术家了呢？对呀，我只能告诉您，他因为他提高了自己的素养。哦，后来我还是有后期学习。哎，我提高什么素养？就是他干了很多好事儿。这都不挨着，您说这相声艺术，这是艺术，哎，怎么跟干好事儿？不，这你首先得提高你的修养嘛。那倒对，是是，你比如说你扶老太太过马路，啊，老太太过马路就您搀着，是过去又回来，过去又回来，过去又回来，换一会儿天就黑了。啊，老太太死我手里了，这个回不回家了？人不，你这能计数啊？啊，一共送老太太过马路3600回，对吧？哎呀，没有这么多老太太，就可着一个走呗，是吧？哦，拿人砸房子。哎，你还帮助老大爷找儿子？哦，这是。哎，帮助老大爷找儿子。哦，干过这么个好事，好不好？是吧？怎么？老大爷在那儿坐着呢。啊，他过去了。老大爷，是怎么在这儿坐着？啊，您儿子呢？是。儿子上班去了。哦，别难过，以后我就是您儿子了。我疯了我。哎，人老头儿子还下班呢，人家人下班我找谁去呀？你找下一个老头啊。我给人当儿子去了。您儿子，我儿子上夜班去了。别难过，我就是您儿子。这想当爹的不有的是吗？啊，是想当儿子的可就一个呀，对不对啊？啊，哎，这值钱就值在这儿了。啊，对，扶老太太过马路，是给老大爷当儿子，是，哎，给渔民打水，不，嗯，请你先等一会儿啊，给渔民打水，哎，人守着水呢，那他忙啊，啊他在船上他撒网啊逮鱼，是你给人家端水给你啊，哦，渔民也得好好滚滚，对吧？我这纯闲的，给渔民打水 啊，哎，给农民喊加油。这我也没明白，农民种地啊，是地里种一脖子汗干活啊，你站着道边加油加油加油，纯粹浪催的啊，嗯，所以说您由于这些个东西对您来说，您最后您就得到提升，嗯啊，就这么得到提升了。对，都说德艺双馨，嗯，虽说你没有艺，但是你一身的德呀，那管什么呀，那没艺那玩意儿，是不是，啊，什么呀？哎，反正你就是艺术家了啊！就哎呀，你就认倒霉吧，行了，你啊，行，我就承认了。哎，别给脸不要脸，就呦呦呵，哎，我艺术家了。你是一个73岁的相声艺术家，我这辈子还真好混，扭脸73了，感觉我啊，73岁相声艺术家于谦老师，嚯，每天下午3点是准时在天津德云社对过那马路边说相声。你先等会儿啊，嗯，天津德云社对面的马路边，那不是站的全是观众朋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就愿意站在街上给观众演。哦，站街上演。哎，站街上，哎呦，那个粉丝乐了都不行了，人家也爱看，爱看你啊，真的好。好，这6个观众，哎呦，6个人看我呀，有一个是孕妇还没生呢，就不打这指标了，就啊，就这几个人乐，哎呀，于老师说的太好了，就爱看于老师啊，其他人都让我说走了，嗯，爱看，高兴，自媒体就来了。哟，拍于老师，还有自媒体，拍完之后发，嗯，哎，看看这是真正的相声，郭德纲你还要脸吗？哦，拿我骂你，哎，对对对，嗯，烈日下于老师红扑扑的脸蛋衬托了郭德纲的黑心。哟，这时候我就不能跟他们说我这红扑扑脸蛋是晒的了吧？不能提，不能提，哎。
面对真正的艺术家，德云社难道不应该给一点股份吗？凭什么呀？这个，哎，你看这替你说话吗？啊，哦，观众又给你扔钱呐，啊，哗楞楞，哗楞楞，全是钢镚啊，有那个整捆的，咣当咣当的，一捆一捆的。哎呀，五千万，五千万的给你扔。哎呦我的妈！每一张上面都有玉皇大帝啊，这就给你点火，哎，冥币。于老师拿钱去不？哎，还有给你烧衣裳的。纸人纸马都有，啊，哎，好，这不过死了，很红，很红，那是烧的。人群外边，你净搅和我啊！啊，人群外边进了一位老华侨，可有正经人了啊，于老师，嗯，啊，我太爱你了，于老师，嚯，我喜欢听你的相声啊，我是一个华侨，哦，我在赞比亚。事儿还挺偏，我要介绍一下赞比亚啊，非洲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国家，哦，赞比亚这个地方第一是出木头，哦，哎，什么紫檀呐，啊，红木啊，这个地方出好木头。第二，它出铜，哦，这有矿，金银铜铁那个铜，嗯嗯，赞比亚的铜占全世界25%，哎呦，包含量不低，我很厉害，它有个铜带，哎，哦，这个地方最爱吃的东西叫恩西玛，什么叫恩西玛？这个东西很厉害，怎么啊？别的国家好像也没有啊。哦，就是有一种农作物叫玉米，玉米你懂吧？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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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玉米我才不懂，那是那是那是，那太欺负专业人士了啊！就是玉米成熟之后，它上面不是有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吗？那叫玉米豆。掰下来，把它磨成了粉状。哦，然后加水把它煮熟，嗯，这个东西叫恩西玛，哦，这叫恩西玛。对，我们这叫棒子面粥，这什么恩西玛呀？这你上网搜啊，啊，赞比亚最爱吃就是恩西玛，就是这棒子面粥。第六啊，人家这个老华侨说，请您到赞比亚去演出。哎呦啊，到那儿之后我们会以国宾款待您，这么高的待遇，那，啊，您要到赞比亚还了得啊？对不对？戴着那个木头手串，戴个铜草帽啊，扎着盆里边喝恩西玛。好家伙，你瞧我什么德行啊？这是一说就成了，那是没有不成的。择良辰选吉日，于老师决定啊，要离开天津德云社门前。哦，啊，准备到赞比亚去演出。啊，那也大型演出了，那还了得呀？是啊，先准备东西吧。啊，哎，咸鸭蛋、榨菜、泡面，这都我带这玩意儿干嘛呀？你看看，人上了岁数，要吃点顺口的。我吃这顺口啊，你这东西就恩西玛那绝配。你瞧我想的还挺周到，绝配。收拾好了之后选一好日子，嗯，于老师就奔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我都没听说过，怎么着上赞比亚坐长途车去啊？长途车肯定是不到，肯定不到啊，因为机票贵，你飞到那儿得多少钱，哦，那怎么办？所以说准备走水路，坐船，哦，通过印度洋就能到非洲。哎，这倒是省钱的吧，是聪明人呐，是聪明人，到天津港，嗯，到天津港，嗯，是找这船，嗯啊，但是一问船票也不便宜，也贵啊。老艺术家一想，我不能花那个钱呢，嗯，哎，想一主意，哦，找根绳子，那头拴在船上，嗯，这头拴在腰上，把自个儿泡在海里边，你开船就得带着我。哎，这还甩不下我，你看看，哎，嗯嗯，拴好了绳子，嗯，带好了东西系在腰上，在水里边泡着，等着开船，吊着这绳子，啊，这船好，新船，刚下水，而且是刚来呀，哦，需要检修，一个月之后才发船。我是不是跳里早了？在水里泡着，于老师还想起件事来，什么呀？哎呀，我有点糊涂了。怎么糊涂了？我不应该去六里桥长途汽车站，为什么呢？我每天在天津德云社门口演呢，那上天津港不是更近吗？哎，对，我也是吃拧着了啊！三十天他们就会起航，嗯，很快，熬着呗，等着呗，嗯，等着，等到第三十天，哦，我来了，您三十天才来啊？你看看。戏都演一半了，我再不出场不像话啊！对了，对吧，嗯？我也是有点小的工作需要到码头上去。哦，您到码头上干嘛？我买了一艘游轮。你先等一会儿。哎，先等一会儿。嗯嗯，我这泡在海里头，嗯，
去趟吃趟恩西马都好活了。嗯嗯，您买一游轮呐？啊，就是十五层高的那种游轮。游十五层高的游轮？是是是是啊。那您买游轮啊？我得买游轮啊。啊，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带着我儿子上码头上去，带着那个郭麒麟他弟弟郭汾阳。哦，带着那个小的。哎，我带着，我跟人家正谈这游轮事儿。嗯，这事儿就怨郭老二。怎么呢？小啊，是孩子想撒尿。哦，也不跟大人说一声，问个洗手间没有。嗯，他觉得海边随便尿呗，本身就随便尿。小孩站在岸边，嗯，哗尿，是那底下还有人呢。于老师正对吧？啊。我得暗示他，嗯，哎，啊，哥，行了，嘟，这就一口，嗯，嗯，孩子吓坏了，是，海怪，喊什么海怪？一喊我赶紧，我怎么了？啊，哎呀，啊，谦儿哥，这刚认出来，你好。我还挺镇定，不是，哎呦，师哥，您怎么，哎，您怎么最近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了？啊，没工夫，我洗海澡呢。快快快，捞上来，捞上来，赶紧让我上来吧！拽您腰里那绳子，啊，给于老蹬上，是腿都泡敷弄了。你想三十天啊，这两条大白腿，嗨，别说这个了，怎么回事？啊，您说说。嗯，他这才看见亲人了。哦，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我要出国，我没舍得买机票。哦，我眼泪都下来了，难过。师哥，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怎么呢？说一声，去，赶紧去。嗯，给于老师买机票，要头等舱。你给我买机票，我能忍心吗？头等舱，头等舱，快快送于老师去。哎呀，眼泪在这儿横着难受。你瞧，哥们儿嘛，于老师高兴啊，是。攥着机票，嗯，坐在飞机上，是头等舱，嗯，飞机够奔坦桑尼亚。喂，你等会儿啊，不是赞比亚吗？怎么上坦桑尼亚了？他没跟我说实话，怎么？他怕说出来实话，我上那儿去怎么办？怎么着？恩西玛不够分的是怎么着？上那儿去一块儿去，怕什么呢？那完了，你看这一看你就不是专业的说相声的了。怎么呢？你还是有票友心态是吧？啊，您说专业说相声不会告诉别人我要干嘛去。哎，哦哦，呛了我的行市怎么办呢？不能说是好在那儿离着不远，这俩地儿接壤，是不远。哎，于老师坐了飞机上，哎，我到坦桑尼亚再说。哦，郭德纲上我当了，是吧？给我买了头等舱。嗯，对，也怨我。为什么？我应该说俩人去干嘛呀？让他再买一张，我就可以把那张退了。什么人性啊！我这是，那也不行啊！我还准备找自媒体骂他。哎呦，我就说他那天上码头接游轮，带着儿子，带着小儿子，没带郭麒麟，是可见他偏心眼儿。嗯，我这点人性吧，你哎，反正一道琢磨吧。啊啊啊！飞机降落了，哦，坦桑尼亚，到那儿了。坦桑尼亚最了不起的景观就是动物大迁徙啊。哦，角马呀什么的，嚯，角马、狮子啊，邓玲是是，长脖鹿哦。于老师一落地，好家伙，嗯，一望无边都是动物，哎呀，所有动物都准备迁徙呢，都跑呢。一回头，嗯，这什么意思？这不这艺术家吗？他这么大腕儿呢，我连动物都认识我。对对对对，主要是动物认识你啊。哦哦。动物这个玩意儿最灵啊！是啊，拿鼻子一闻，哎，这个人可没有人味儿啊！是啊，追他啊！就动物追我，哎呦，一望无边，动物就追于老师，于老师就跑，哈，是得跑跑跑跑！哎，打坦桑尼亚愣追到赞比亚了，合着我是迁徙过去的，来到这儿啊！你看，无巧不成书，怎么正好来到这儿是接您演出的那个部落。这就碰上了，哎，人家酋长啊，带着村民们，人家正祈祷呢。祈祷什么呀？今年玉米大丰收，没少产。那是人家正准备搞一个恩西马庆祝大会，
说的挺洋气。嗯，这会儿酋长带着村民们正这个给玉米神唱歌呢。嚯，还唱歌？玉米神呢？啊。好一那肩上肩，柳叶儿满了天，恩喜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对。熬棒子面粥里边还搁点桃儿，感觉。于老师来了，哦哦，老艺术家开始演出，是啊，开始演出。尊敬的酋长，哦，尊敬的各位村民，大家好，是，我是来自天津德云社马路对过的相声艺术家，我叫于谦。别提德云社，在过去的年，大家都很辛苦。老话说得好，嗯，哎，这个守业难，创业更难。希望大家在酋长的带领下，我们迈向辉煌啊！哇，哦，说完了，村民们看看。是，这是父母呀，这是，啊，哎嗨，人家都听不懂。您这个艺术连非洲土著都骗不了了，得那露馅了啊！酋长一挥手，捆上他，啊，就骗人来了。那是捆上您很方便，是因为您腰里边有一根绳子，哎，我上岸就没解，合着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遇上啊？哎呦，哎，拿绳子给您捆好了啊，给您身上抹好多的玉米面啊，干嘛呀？准备拿您祭神。哎呦，可开了荤了，哎，拿您做肉汤的恩西玛，嗯，哎，对，可见着肉了。那是来个锅，给您搁里边放上水，底下点柴火，是大伙跟着烧。哎呦，消息传来，最着急的就是我。您是我朋友啊？那可不呗 啊！我们这个交情大家是知道的。是是，他64岁，我60岁，他的女儿貌美如花。说的不是这段的，不是这个，说的不是这段 啊！那没事啊，我以为要救我岳父去了啊！啊，不，患难之交，我得救他呀！啊，我得管他呀！对呀，什么叫生死，哪个叫患难，说的就是这个，就说是准备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哎呦，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带峨眉刺的，全了，各种兵器全都有啊，什么单刀、朴刀、鬼刀、刀长柄、短刃刀、青龙偃月刀、哎、崩铜护伞刀、腰刀、吊刀、驴耳刀、曲刀、戟刀、御尖刀、玉林大刀、行刑刀、河西大刀、山头刀、牙柄腰刀、鳝鱼头刀、接梁环柄刀、狮子长环刀、龙环柄刀、龙雀大环刀，了不得了。哎呀，捆在一块儿，我就很感慨。怎么绳子短？要是把谦儿哥腰间的绳子留下就好了。别提这个了，这一大捆兵器搁了肩膀上，走啊，奔机场救我去。到那儿说，空姐说：“先生，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能上飞机。啊”哦，好，再见。哎，正经一句都没有，这是你们编好了的。这是人家不让上飞机呀！啊，哦，回家之后眼泪哗哗的啊、哦、啊！你说怎么办？我最爱的师哥。他现在那出事了，是要做肉汤恩熙吗？啊啊！你说我要再耽误3天，还来得及吗？来不及，我就熟了。不行，啊，那我也得救他。是，不管了，不顾了，不顾了，不管了，管不了了，救不了了。啊，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哟，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嗯，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啊！不，有这功夫，我已经熟了。啊、好、啊，我要救于谦，就赶紧去掏手机，啊、告诉酋长，是把人放了吧？嗯、啊，完了。您跟酋长编好了套吧？这是上机场接于老师回来，哇、哦，真回来了！哎呀，大排宴宴哦，摆一桌子山珍海味，是做好了，给您接风掸尘，顺便压惊。好，端起杯来，谦儿哥，我敬您。哎，于老师端着杯呀、啊，流着眼泪说了句话，没把我气死。我说什么呢？我想喝恩西玛，不上瘾了。我早看出来了，嗯嗯。嗨、哎、刚才是高峰高老师啊、嗯、高老师说得好，这个板儿当当当当当，这是功夫，一叫上劲可不容易、嗯、话筒都湿了，你看嗨、嗯、至于不至于，哎呦，这不必到那儿，这太没功夫了，这挺好啊，说相声就是嘴里得有劲、嗯、是非常的重要，嗯，于老师就行，我于老师嘴有劲，我这有功夫，哼，他这个嘴又劲是分两种，嗯，一种是台上，哦，你看于老在台上说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嗯，尺寸劲头，一看就是从小下过功夫，练过。那会儿老先生在后台就夸于谦嘛，是吗？太好了，哦，他这个嘴上过大粪的，这什么乱七八糟、啊？什么叫上大粪呢？劲儿大呀，嗯，有这么说话的？其实台下于老师也有嘴劲，怎么叫有嘴劲呢？我们这行说，哟，这人嘴有劲呐！啊，就说说话，能说吗？您要说什么呢？说话不能吃亏。
哦，这叫随友见。我亲眼得见啊啊！有那个闲人走到于老跟前儿，嗯，你好，傻子。讨厌不讨厌？闲人到哪儿都有啊，叫别人就打起来了，是啪叮咣五四打起来了。嗯，这我们都傻了，就看于老师啊，看怎么回。于老师，你风度翩翩是吗？哎，又有文化，又有素质，还不吃亏。嗯、说出来啥？哎呀，人家你好，傻子。嗯。于老师恶狠狠地看着对方，是他一换衣裳，嗯，一回酒店，啊，于谦先奔我那屋，哦，脱下来那衣裳给我，我给你洗去，啊，咱怎么忍心？人比我大，给我洗上不行，啊，所以我一进门我就是什么，甭管背心乱七八糟的，哎，就是前台洗衣裳您拿走洗去，哦，哎，他有的时候保不齐，比如袜子落下了。他可得意了，这袜子我给你洗。是，我说不行，哥哥，好家伙，您比我大，您得伺候我呢，不像话了。哦哦哦，就抢我这袜子，还抢？我你给我，哗，他就塞嘴里了。我把袜子塞嘴里了。你说，哎呀，哥哥呀，我说什么呀？啊，对不对？洗袜子，洗袜子，洗裤衩啊，洗裤衩，哎呀，抢跟抢。再后来，我说我得藏起来，我一藏起来，他找前台。找前台、找服务员，开开郭德纲那门，我得看看他的袜子裤衩在哪儿了，我找打打开呀，高兴回去就洗，洗完了熨好了弄平整给我送回来，你看我这是怎么玩说的，你看这吗 就疼人，当然有的时候比如拿走三条裤衩洗完之后他忘了啊，哎，送回来两条，哦，有一条他没送回来忘了，他拿家去了，对吧，拿家要的时候他把看错了，这我的他穿上了、弄回家了，嗯，到家一换衣裳，他媳妇儿乐了。嗯，你怎么穿郭德纲裤衩啊？哎，哎，去你的！后来啊，这个、就行，没后来了。这事儿还有什么后来呀、一说一乐。这个很多事情你们不要以为这都是真的啊，那就玩笑，这都是啊，好多都是比如说生活中有60%是真的，我把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全是编的啊，真也罢假也罢啊，说说自己人开个玩笑，听相声来您大伙儿一开心比什么都强，是为什么说观众啊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呢，嗯，指着您这钱养家糊口呢，对啊，您给我饭吃我给您快乐就很好了，嗯，对吧，你说听个相声你还老憋着坏人那就没有意思了啊，今儿来这演出的各位呢您都认识，包括高峰在后台，我刚才看他我就有点感慨，怎么又感慨了呢，老高也看着见老，是啊，老高当时来的时候那呦那跟小灵狗似的那个样儿、这什么词儿啊，这现在一晃他们都那样了 啊不是小灵狗啊，老高啊，老高来来，嘿，来老来，我就是小林狗，啊，这俩人是我的仇人，怎么仇人呢？说相声打小一块长大的，对，打小他俩人就好，关系不错，他俩好的不能再好了，都是好朋友，真的。但是他俩好就那会儿打小排挤我，谁说的？我印象排挤人，你看，你看，你都忘了，他们小时候有一回我印象很深，就吃泡泡糖的时候没把我气死，就嚼的那个。现在说吃个口香糖，吃个什么啊？我们小时候那叫泡泡糖，啊，能吹泡。能吹泡，这么小块长方，大大粉不筋的吧，没错，嚼了嘴里啊啊啊啊就呜吹泡，是啊，也不怎么个没法，现在也有啊，那会儿我记得是签儿拿来拿两块，嗯，哎，我纳闷啊，给我一块不给，哦，你瞧啊，自个儿啊啊啊啊啊嚼，是给高峰一块，你看我们分他，高峰啊啊啊啊俩人在那我在那看着，嗯，孩子多可怜呢啊，也想吃，看俩不给，没有了，哎，签儿高兴，这个能吹泡。是，哎，俺俺俺，咽了，咽了啊！哟，这怎么办呢？啊，就是啊，高峰吓坏了，这个咽了会死人的呀，那不能咽呢！啊，你不能这么早就死！嗯啊，我跟你是好朋友，对，我陪着你。哎呦，这好，我这是自杀，我这是。他也咽了，哎呀，我一看那没有意思，一会儿俩人都死这儿我怎么办哈，啊，就是啊，我说我先走了，明天参加你们的葬礼，哎，多狠的心呢，我回家了，嗯，这哥俩一人弄一小板凳，呵，坐在这儿，嗯，等死呢，我们就是等死呗，啊，对，等着呗，那玩意儿等着等着于谦就困了，哦，哎，高峰眼泪都下来了，你不能睡着啊，是你睡着你就死了，
哎呦，真是、哦。那怎么办呢？咱俩对着抽嘴巴啊啊！啪啪，有这么提神的吗？俩人打了一宿，好，倒是没困。哎呦，把我给委屈的呀！哎呦，你还委屈啊？俩人天天害我。嗯，要不然一见着我，七加六等于多少？哦，出道题，七加六等于十三。乘以36924多少啊？那我哪算得上来呀、啊？就是、啊、不知道，罚你，这怎么罚？喝凉水，哦，就这俩缺德了，咱家喝汤那碗啊，喝一大碗凉白开，喝吧，我这儿蹲蹲蹲蹲蹲喝，灌大肚，俩人又出，好，就类似这个题，连出十道，哎呀，我喝得够一桶水，好家伙，俩人乐，高兴，出去玩去喽，哼，我这好一肚子水，一走到这儿咣啷咣当啊。啊，在后边还跟着人家，傻乎乎的、嗯，这俩人上院里高兴，高兴，我就在这看着。嗯，冬天呢，北方冬天多冷。就是，这俩人站大铁门那儿。谦儿，你敢舔铁门吗？哎啊！谦儿说：“这个有什么？你看我的，一伸舌头，哎，怎么样？粘上？粘上？那又不粘上了？哎哎，粘上了，这还不信呢？嗯，不能吧？我也试试，哎。”也粘上了，俩小孩都粘那儿了。那都粘一个，还试试？我吓坏了。嗯，怎么了？怎么俩？你们俩怎么了？就是，快快快，救我们俩！话都说不利索了，赶紧救他们！我赶紧拿个盆吧，奔自来水那儿。嗯，我们街坊有一个姚大爷。别提姚大爷了，行吗？这又来了。嗯，有一大爷，你干嘛去？嗯，我他俩舌头粘铁门，我打点凉水泼一下。混蛋呢？嗯，泼凉水那玩意儿哪救得了他们俩？怎么得用温水？哦，这有道理。温水啊！说您这捂肚子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救了他们两个人了，好嘛！我跟你说，我们家有一玻璃厕所，要不你那儿得了。我说的一说话还犯味儿。哎呀，小的时候我经常委屈啊！您甭提那委屈了，好家伙！所以现如今一回头啊。嗯，都这个岁数了，真不少年啊！这个高峰相声说得好，哎呦，您夸奖他师傅是我们的一个老前辈，对他师傅这个是一个相声爱好者，哎啊，这哎老前辈爱好者，爱好好多年了吧？艺术家，相声艺术家范山玉先生，山玉啊，这名儿像艺术家吗？卖什么？范振玉先生，范振玉先生啊、哎、啊，然后也去世了，哎，去世不少年了啊，对呀、啊，但是呢。留下了您这条后根，嗯，后根、哦、后根，这叫什么难受呢？徒弟留下您这个徒弟，我觉得继承他人家的遗志，这是应该的，非常的好啊。嗯，看见后台演员们都长起来了，我跟谦儿哥是很欣慰的。是，这一晃啊，把他们都叫上，咱们聊会儿吧，好吗？哎，太好了。好嗯，哎，来，我们来依次的得介绍一下啊。嗯，来，都出来吧。嗯，都出来。打这边开始啊，头一位。我们的总教习高峰高老板，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栾云平啊，谢谢大家。这是我徒弟郭霄汉，我徒弟尚九锡，我徒弟高九成，张狗南，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到这个环节一般都是表演个小节目了啊，你们想看谁的呀？九成啊，来九成，高九成快来，那有喜欢你的观众哈、啊、谢谢谢谢，给大伙演个什么呀？嗯，唱一个吧。好啊，唱一个什么？唱一个竹板书吧。好，来吧，竹板书。嗯，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这个狼躲藏，建设乌鸦腾空起，箭头落着在这狼身上，路去寻找灵芝草，找来了不要它治狼伤，狼养三天病治好，回头就把这个路来伤，君子好比
梅花鹿，小人就是这个白眼狼，劝君交友须谨慎，狼心狗肺他不久长。好，这是今天晚上高九成唱的第二遍这个竹板书了，因为在后台刚才给我唱了一遍啊。师傅这儿对某对很好，唱去吧啊，不错，好极了。对，来，郭晓汉来，快来，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表演一个节目哈，你来个什么？我没什么别的才艺。好，回去吧。哎，不像话啊！来，唱两句流行歌吧。可以啊，流行歌我们就。啊，他们都不会，你来一个。哎，那个也是一个老歌啊，学一些个味儿啊。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谢谢。那歌好像不年轻了啊。哎，挺有味儿。那是啊，那谁快来，那个九七来。九七是我们这儿很有特点的一个孩子，他画画，我还没讲，还没说完呢。好，我说完了。啊？二人转交换生啊，他会各国的外国话啊，当然转，还会画画啊，能力不错。嗯，来吧，唱二人转啊，唱二人转啊。正月里是里儿啊，正月里初三四儿啊，社里边放连假，咱们两个去闯门儿啊，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张永南该你了。互动性很强啊，来张永南快来。哎，快来那个，哎，谢谢、嗯、先祝师傅跟大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呦呦，好家伙、啊、行了，就算表演完了吧，好吧。我觉得他们都唱，我唱的不太好。你还唱多不好啊！哎，我这最近练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返场。我的天哪！大伙儿展示一下 啊！哎，那个开了，玩儿声情并茂啊！声情并茂啊！要再来一支吗？啊！看就来回来打狗队的来了啊！就准备的这个哈。哦。那个高露安还有节目要表演吗？没有什么，刚演完。我都没听明白，没有喊冤在那儿啊？谁？袁明啊！哎呦，谢谢大家吧。这个既然有一个人、俩人喊我，那真是。首先祝大家这个百年好合，生日快乐！不是集体婚礼，不是。这个。父亲节快乐，好不好？哎，好。这个、我给大家开个会吧，好不好？我用你啊。大家拿起手机来，什么抖音呢、快手、小红书，到时候你就随便发去啊。7月8号，郭老师在苏州；7月15号，郭老师在深圳；7月22号，郭老师在大连。我用你。7月29号，郭老师在武汉；8月12号，郭老师在青岛。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哎，节目很独特，很独特啊啊！行嘞，往前站着吧，各位，来来来啊！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唱几句《大西厢》啊，嗯。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下面请您欣赏大保镖，表演者高峰、郭德纲。谢谢朋友们，
大家太热情了。哎，刚才这个节目啊是一个传统段子，对，叫酒令。嗯，一般呢都是三个人表演，哈，今天是特殊的活动，哎，热，五个人给您表演。对，说完了之后呢，他们后台呢稍微歇一会儿。嗯，他们表演的非常的火爆。哦，接下来呢又该我们这位先生表演了。啊，又来了。哎，这位老师啊，大家特别熟悉了，哦，就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了。啊，哦，这位老师啊，不光是相声说得好。哦。各方面还都不错，您捧我啊，尤其是什么呢？啊，说相声说得好啊，有一个先决条件啊，得有一个好体格。呵呵呵，你看郭老师刚才逗了一段，捧了一段，嗯，现在又出来跟我合作，是 是后边还得说相声，可不嘛，没一个好身体真定不下来。那是啊，郭老师身体就不错啊，您看看我往这这么一站，我这个身体素质，哎呀。好点了吗？这您这都楼了呀，这两天赶上咳嗽，您就看看基础条件怎么样，啊，这哪瞧得出来，反正凑合吧。哎呦，您这是恭维我，哦，嗯，啊，凑合都恭维了。对，您知道我是干什么职业的吗？哎呦，这还没请教呢。我是一个武术家。您等会儿，练武的。您等会儿，您干嘛去？练武的。哦，您是跳舞蹈的。哎，对，跳舞蹈的干嘛啊？武术，武术家。谁呀？我没看出来呀。哎呦，您没看出来事儿，他我这不像练武的吗？习武之人呢？您这像 ICU 跑出来的。他都能跑出来，他能在 ICU 里，说明您好了呀。我是身体健康，武术家。哦，武术家，练家子。嗯，啊，嗯，我练过兵刃和拳脚。哦，那您这个兵刃练的是？那太多了啊！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嗯，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拽得回来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精通。稀松，哎，稀松啊！那你说他干嘛呀？啊，稀松。平常那是他们，您呢？我是样样精通，那可真棒。您要不相信啊，把这些兵器都拿来摆在我的眼前，哦，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练了卖了。那不用您我也行啊，卖弄卖弄练两下子。哦，兵器您会这么些？哎，这是兵刃啊。那拳脚呢？会的更多了。您说说，什么叫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背拳、罗汉拳，啊，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小架子、头拳。哎呀，哈哈哈哈，哎呀，还带使线的您这个。哎，那当然。没想到您这么大能耐啊！哎，提起我来无明白啊，练武术讲究什么呀？什么投名师访高友，早隐士拜名人。哦，提起我大家不知道。嗯嗯，你也不熟悉。是您说的我有点糊涂了啊。提起我练武术的老恩师来，哦，那是鼎鼎大名。哦，他老人家先别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嗯，先说他这家乡住处，让您一听就是一个把式窝子。那您说说在哪儿啊？都是练武的啊。我老师家住在京西北宣平坡的下坎儿，那个地名叫胡岭，谭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哎哎哎，您这信的有点杂性了啊！崇拜崇拜，京西北对，悬平坡下坎儿，脑子多好，地名叫胡岭。没错没错，现在你出去找去都没人知道。是啊，去的名字。其实现在大概来说，就是奔北京奔石家庄的路上。对对对，就在那儿有这么个地名，现在没有这地儿，那地儿。您恕我直言啊，您说，没出过练武术的，怎么没出过？那地儿，那地儿都是卖粽子的。您这个人说话也就不合情理啊！那地儿人都卖粽子，你家卖粽子，我家也卖粽子，都卖粽子，卖给谁去？换着吃呗。没听说过。您是哪人呀？我是天津人呢。干什么工作的？说相声的呀。天津人都说相声。都说相声，谁听啊？都卖粽子，谁吃啊？来，你看，真是的。哎，你再说，听我师父那名姓，他也不像个卖粽子的。哦，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姓姜，姓姜名米，字表小枣。这，那就是胡岭的人，对不对啊？姜米小枣啊，怎么？那不就是粽子吗？他爱吃姜米小枣，大号叫姜天龙，人送外号钻云鸭子。不会，等会儿，不是练武术的吗？怎么是个鸭子呀？这，你看，江湖外号飞挺高，不钻云鸭子吗？江米让鸭子啊，江米把鸭捅。
钻云燕子江天龙，钻云燕子、啊、在这个江湖很有名气，是是是，轻易不收徒弟啊啊，跟你不一样啊。他郭老师120多徒弟，你有事说事，别念山音啊、哦、啊，你管我干嘛？您是传道授业解惑，哎呦，那不敢当啊。我们老恩师就收俩徒弟，我、哦、才收俩呀，我跟我哥哥，哦，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是是，我哥哥叫白糖的，嗯，我叫馅儿的。他上南方再收一个，还有鸭蛋黄的呢。哎，对对对，还有野子。那行了，谁问你了啊？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黑一点啊。我们哥俩跟着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哦，什么叫猫窜狗闪、啊、兔滚鹰翻、嗯、骆驼纵蛤蟆蹦，满都学会了。学这玩意儿干嘛呀？哎呀，有用啊！啊，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这是老话啊。有这么一天呢，我们哥俩在后院正练功呢。哦，练什么功呢？啊，听我这师父就是在捋叶子。哦，叶子。哦，捋铁叶子。不是捋苇叶子。对，嗯，这是泡完了米要包了。包什么呀？捋叶子吗？苇叶子那种造型的铁叶子。弄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呦，这练的是那铁砂掌啊。哦，听我师父叫我们哥俩，嗯，丫丫我的大徒弟，再丫丫我的二徒弟。干嘛得丫丫呢？哎呀，丫丫他比较瓷实，还是粽子呢、哎、那个、哎、嗯，叫我们哥俩，喊你们俩，你们俩人功夫练得怎么样了？问问吧。我哥哥没敢言语，我就说话了、哎、我师父，我们哥俩成了。哦，成了。我一说成了，我师父有点不太高兴。为什么？怎么着，黄牙未退，乳臭未干，白糖的馅儿的就敢说成了啊、哦、我江米小枣都没说成呢。哎呀，还别说我了，嗯，就是你们的师爷黄米邓沙老先生，他也没说个成啊。嗯，那是实心的啊。嗯，不是成了吗？嗯，师父我不教了。哎呦，要和你不教了，徒弟太爷不学了。哎，这叫什么话？这叫啊，话赶话赶到这儿了，你们哥俩就退出了 啊对，哎呵，对，您说的有道理。嗯，其实是我师父退出了。哦，反退，拜反跑了哟，一溜火光是够奔东南。哎，黄二郎子这是、嗯、怎么黄二郎？怎么一溜火光啊？您不了解，嗯，临走啊把他军大衣点着了。什么人呢这是？让他暖和暖和。得嘞，师父走了，我们这功夫可不能撂下。对，哎，每天是照样习武练功。那天我跟我哥哥在后花园中正在传枪递简啊，这说的隋唐演义啊。忽听有人叩打柴扉啊，就是叫门来了，有人来了。打开门一看呢，嗯，兴顺镖局的人来下请帖。哦，请我们哥俩呀去保一趟镖。哦，有人请你们。哎，您说去不去啊？那得去呀、啊、是不是啊？是是是，咱就干这行的。对，人家派车接来了。哦，到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多大的威风！一看我们二位壮士驾到，未从远迎，当面恕罪。真客气。我说不要这么谦虚，嗯，我们哥俩出来的比较仓促，也没给您带点粽子来。哎呀，啊、哎，这锅还没得呢。嗯，进了大门，嗯，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的各式各样的兵器。哦，上面是个酒楼，前头有个平台，这楼梯在紧后头。哦。前面没有楼梯。对啊、哦，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嗯，说完话一低了腰，使了一个旱地拔萝卜。哎呦，怎么还拔萝卜呀？都旱地拔葱嘛。哦，旱地拔萝卜葱。哦，旱萝卜葱啊，种的不少，什么都种。是是是是，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嗯，噌，他上去了。好，好功夫啊！岁数在这儿，那是他练多少年了？对对对，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嗯啊，看看看我的，嘿，先拉个云手。哎呦，双飞燕，哎呦哎呀，十三弦也行。哎，呼，一抬腿，噌，呵，上去了。好，人上去了，鞋上去了。怎么鞋上去了？买大了啊！下回定个袋儿。哎，成傻小子了。嗯，我来人，搬梯子给我够鞋。哎呀，您等会儿吧。嗯嗯，人家老头垫吧，您要上去，你这搬梯子这多丢人的这个。哎呦，他穿鞋了，我没穿鞋呀、啊，对吧？直接翻上去，上头玻璃碴子。扎了脚，你给我上药啊？谁房顶的有玻璃碴子呀？还是的，您人家设计的。啊，梯子搬来，不麻烦几位了。哥哥，别愣着，上。哎，走。我们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了，多大能耐啊！到上面一看呢，摆了一桌全羊席呀。哎，多膻气啊！吃就爱这口啊。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今天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匪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啊？”哎，愿意去吗？我说老英雄，休要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自己的锐气。嗯，不就是西边有贼吗？对呀，咱从东边走啊。哎哎哎，
不像话呀，绕过去呀，你绕过去哪行，得迎上前去啊，迎上前去啊，要碰上呢，碰上怎么办，怎么办，要碰不上呢，哎，对对呀，您说的对呀，我说的对什么呀？你们不是干这个的，你不能怕他呀。这不跟他客气客气啊？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嗯，随我楼下过过号吧。”这是又叫亮亮镖，要抻练抻练，看我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得有大能耐。下楼，嗯，老掌柜走到平台边上，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下去了。这叫轻功啊，真有能耐。落地的时候连点声音都没有，你看看人家，该我们哥俩那是走到平台边。往下一看，嚯，哟，够高啊！那是，刚才没这么高。不，刚才跟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太大了。怎么？您想这道理啊？最少差三米六。你怎么算出来三米六？从下往上看，这眼睛在这儿呢；从上往下看，眼睛在这儿呢。差俩身高啊！我一米八，这不差三米六吗？对不对？您要是看就差三米，差不多就是这意思。你有事说事儿，别这闲的蛋的啊！嗯，哎呀不。越高越好啊、哦！越高越显咱的本事哦。知道有一位跳水冠军全红婵吗？我知道，那是我干妈，是吗？哎，我就越高越好，跳水的范儿啊！将门虎子啊！呵，反身翻腾八周半，哎，多长时间？八周半，八周半不是时间，好，这俩多月啊，就是八圈儿，那得饿死啊！哎呀，唰唰唰唰，哎呀，这多好啊！好好，哎，我来这个啊。你来哪个你不行来不了啊我憋着尿呢呀刚才那扎啤我喝太多了事儿太多了啊这等于增加一个暖水袋那怎么办呢这怎么伙计带我们哥俩上趟厕所哦问人家哪儿、嗯、楼底下嗯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伙计从楼梯下来嗨这就蒙下去了哎呀谁让他不会轻功呢得嘞嗯到院里尿意全无哦刚才就骗人吗啊练一练练练啊我哥哥从兵刃架子上把单刀抄起来了哦，要练练刀，这有讲究。什么讲究？哎，怀中抱月。嗯，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儿。嗯，单刀看手，双招看肘，单刀看滚手，来了一个缠头裹脑，夜战八方，藏刀式。哎，留神话筒。哎，把式把式哦，全凭架势。对，没有架势，这么样不算把式，不错。光说不练，哎、那叫醉把式。哎，光练不说，哎、那叫杀把式。老师，练盒丹药啊，练功丹料。对呀，你吃了我这个大力丸，对你那倒看着，你卖大力丸的，你这是啊啊？没有这么来的啊？怎么卖开大力丸了呢？怨谁啊？怨你？怎么还怨我了呢？好家伙，我准备练刀，你站旁边，怎么样？嘿，怎么样？越说声越大，这不卖大力丸了吗？不是，我觉得你往沟里带我呢。啊，这是练刀哦，练刀。哎，我这刚要练刀啊，嗯，忽然间来了一块黑云彩，哦、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闹天气了。这时候我心里高兴啊，倒显我的本事哦。就看我这口刀啊、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竟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您在院里练刀呢，我在屋里避雨呢。那哎呀，能耐太大了，您这个。老掌柜说：“算了算了啊，这雨一时半时也停不了啊，上后院验验镖吧。”哦，验验镖的意思是看看我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哦、看看货。到后院这么一看呢啊。16辆镖车，哎呦，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金坨子，老窝瓜，这老窝瓜呀，怎么了？那不用找保镖的啊，叫俩小伙计不就送去了吗？那不行啊，老窝瓜你是离得远哦，走近了仔细一看，金坨子真是窝瓜，这不废话吗？这不是？哎呀，这表面是窝瓜呀，啊啊，拿刀切开了，您往里头瞧，金子。有窝瓜籽儿，这好嗨、哎，没籽儿是瞎窝瓜。哎呀，窝瓜籽儿、窝瓜瓤都掏出去，您再看，珊瑚空窝瓜。走，哎，贫不贫呐 啊？这是制作过程啊！啊，掏空了以后，珍珠、玛瑙啊、碧玺啊、猫眼啊，最次是金货。哎呦，红棉纸包好了，搁在里头，黄土泥一溜缝，保镖分明镖、暗镖、子孙镖，怎么说法呢？我这叫窝瓜镖哦，是暗镖的一种。哦哦，走着，走。出门这镖烫子是我喊的，我还得喊镖烫子。哎呦，都丢了！您等会儿吧，您吆喝的什么？都丢了！您这是给贼送外卖的？您说话我们不明白，什么叫都丢了呀？就刚出门多，多不吉利！哎呀，万一碰上贼呢？贼一看，哟，这镖的都丢了，得了，咱别劫了，人劫过一次了。
他不就不结咱了？那个心态真好，是不是？啊，我们哥俩压着飙车出了北京朝阳门，走八里桥奔通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啊！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是，我说不行，住店也不安全。头趟保镖得落一个好名誉，对呀，咱们是连夜而行，艺高人胆大。虽说是道路崎岖啊，嗯，所幸有点蒙蒙的月色，嗯，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面有一片小小的密松林。嗯，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怎么了？原来有了贼了。就不要走大军了啊！还有了贼了，上什么口啊？有贼了啊！有贼了啊！飙车一打盘。我们哥俩跑前头一看呢，啊，可了不得了，有打树林子里头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我200多人，一人一把鬼头刀啊，好家伙，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亮如薄昼，嗯，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怎么说的？嗨嗨嗨嗨，儿子，嗨，走走，讲话，你废话，那贼是爷俩一块儿出来的，没听说过，少来这套啊。说此山是我开，嗯，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不管埋。哎呦我的天哪，我哥哥一看有贼呀，啊，嗯，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怎么着，拉屎了。哎呀呀，哎呀，我哥哥怎么那么臭啊，啊，我哥哥说没憋住，哎，没，实在没憋住。 行了别说了，哎呀哎呀，我是小小的鼠道毛贼，嗯，为何气得我兄长拉屎？那是气的吗？那不吓的吗？啊，说气的好听啊，好听啊。哥哥，你且退后，哎，带小弟前去送死。嗯，还真吉利啊，送死迎敌呀，啊！哎呦，反正我琢磨，我们哥俩得死一个。嗯嗯，我死的面大。行嘞，嗯，估计是你死了。对，我来人，拉过我的牛来。您等会儿吧，我都没听说过啊，两军阵前拉牛干嘛呀？骑着打仗啊。骑马呀？没骑过马，怕掉下来。不至于的呀，啊。骑牛访古，哦，哪辈古人呢？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那倒是啊，对不对啊？人是五色神牛啊。五色神牛，对呀，您看见了，小说上写的呀。你骑过？我没骑过。看过视频没有？都是牛呗。你有抬杠这功夫，给你哥擦屁股就不好吗？哎呀，他自己就解决了，是吧？拉过我的牛，嗯，抬过我的扁担来。我先等会儿，我拿着扁担。我没听说过，这骑牛就骑牛，怎么还抱着扁担呢？仿古啊？怎么又仿古？哪位啊？三打祝家庄啊，《水浒传》啊，石秀就用扁担。我这人家扁担空心的，里边藏着家伙呢。咱这也有家伙啊？哦，你这也有家伙？咱有亮银枪啊。哦，没想到，一个地儿买的。哦，好，一个地儿买的，都有枪啊。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您等会儿吧，先生。您再说一遍，骑着什么？骑着扁担抱着牛。你应该骑个条数，你还算哈利波特呢。哦，我再来圆眼镜。对，骑着扁担多个当啊，骑着你哥要骑这个拉不出来。 哦，都堵上了，啊，那错不了。骑着牛抱，骑牛抱扁担呐，反正都跟着我了。那是，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啊，没，哎，好啊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我挖呀呀呀，别挖牙了，你挖呀，不是谁挖呀，不像挖。怎么还放下武器饶我不死啊？这是给他个台阶啊！哦，那贼要是懂事的呢，嗯，放我赶紧过去不就完了吗？人凭什么呀？我没想到啊！啊，那天我遇上一个狠心贼，我还狠心贼，不吃我这套，嗯，举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起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不能躲啊！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哦，迎他铁棍，就听咔嚓一声，嘿，给他扛出去了，扁担折了，啊，折了呀！折了就对了，怎么还对了呢？里边有枪啊！哦，把那花枪抽出来了，嗯，一转身给他来了一个回牛枪，回马枪啊！我骑的是牛啊，我给忘了。嗯，那贼手还真快啊，一把把枪头给我抓住了。嗯，贼说你拿过来。哦，我说给你。呀哈哈，这，嗯，这倒孝顺。嗯，我一撒手，他准来一屁股墩啊！哎呵，心眼都搁在这上头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牛顿第三定律啊！您念的书不少。嗯，贼，哎，坐地下。哎呀，兵器没有了，这怎么办？怎么办呢？催牛赶紧跑。嗯，这牛也缺德，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啊，他往那贼跟前溜达。哎哎呦呦，又坏了！呵，这是吃里扒外的倒霉牛。哎呀，怎么回事？哎呀，今天要窝锅炖牛啊！哎呀，这窝锅炖牛，他是好吃，我受不了啊！就是，这怎么办？怎么办？无命休矣！哎呀，等死了。
一抱脑袋，嗯，我又乐了。怎么又乐了呀？我这点功夫啊，都在我这刀上了。你这刀在哪儿呢？背后插着护背双刀呢。哦，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全出来了。左手刀磕开贼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您把